嘿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我游戏实况，我是马阳。不要问问什么，现在我们的开场是一片黑幕，因为刚刚我录了一个小时的视频，然后录完过后他问我你要删除视频、关闭视频还是看视频，我就很自然的按下删除视频，我录了一个小时的影片就这样没有了。没话讲，现在我就跟你们讲，我刚刚我还做什么事情啊？就是刚刚我来到我这个废弃的史莱姆农场，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位先生，没有错，这边生史莱姆了。过后我再回去那个网站找了我去找了我这个地图的这个地方，我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是没有错的，只是我那时候看错而已，所以上一集我讲的东西就不要管它。我是打算下一集再来扩建这个史莱姆农场，对，史莱姆农场。然后我下一集要来扩建的话，这一集我来做什么呢？这一集的话，我是建了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牛农场，它的效率会比较高一点。对，就这样，它的效率比较高一点。然后你们看它外表啊，有点乱七八糟这样。其实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是我为了我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抓两只牛回来的这个场面，我打算私底下再来整理它一下。那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了，拜拜，随便的这影片。